现在所在位置是台中市区的彩虹建村，现在这边都盖大了，整个风貌都不一样了。纪念品啊，纪念品啊，当。被拒绝的人都活该，不见的人才表白，事都一说不愉快，还是望着荣耀你打的太太，说恩爱的人死得快，炫富的人一身债。对呀、啊，出来了。坐车来啊！哎，这边图案都改变了，这图案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对，都是油漆都是新的。对，嗯，都改变了。